春天的花是无限盛开，秋天的月是无限明亮，少年的我是无限的快乐，美丽的小姑娘在哪里？春天的花会放春花开，秋天的月会放秋亮，少年的我只有今日快乐，美丽的小姑娘在哪里？宝贵的掌像温柔，甘美的爱像花香，少年的我搁打拼，春的予伊快乐欢喜。春天的月是无限清香，秋天的月是无限清凉，少年的我是无限的快乐，美丽的小姑娘在哪里？哎，郑老师，哎，我们看到，哎呦，关你，哎呦，瑞，哎呦，哇，你讲哦，真正你讲，今天我们从这个单女的穿着跟整个后期，我跟你讲，我化作欢乐，因为哦，穿说无以前较爽啊啦，啊，我看一个我种啊，他都无啥关系啊，好个再一挂唱不跳了，哎，又个真爽，我就感觉我就放心啦，真无敢听啦，佮走走走，我尽量装哎。哦、我的最近你知道，咱顶集吼播出你知道，哦，郑老师拍电话拍几下通啦，安尼啊，我特别甲偷，微博特别甲偷我一条人才干我的 CD 啦，拍到我外烦呢，安尼哦，哦，你现在，啊，你今仔有再来无啊？有啦，我就是有，欸，拜托我专工，我伫个装卡大声吼。放哪放耍了，我骑奥多麦啊，骑两套 CD 要来送恁两个。但是恁哦，台北只足湿气足重的。你那就何必遐哩遐搞功夫啦？你因为你死我仔，你多谢你，因为死掉我当嘛是贴衣啊，我俩。我以前也无搞。什么贴衣啊？哎，可乐，你拜托，你都欣赏我，你都别，你都别拍死。切想呀，切想呀，我即台湾唱台湾歌的人，我敢来欣赏你呢。真的哦。好，因为你。你开高太好，尤其你加上你舞蹈实太好笑了，真的。我讲以后你唔好讲人怂，人这叫做亲和力，搁倒转来。是啊，无简单嘞吼。但你是就有亲和力，哎，是讲吼，我今日看你就三真水吼。系啊。啊，顶广告秀英文的。哎呦，这。哦，这是啥啥哈？这种名牌。这什么意思？这种哦，我这就是哦，这 Yes Made 啊 ，Yes Made 名牌。Sports。你起码是讲多几个啦。什么叫做 Yes Made？ 你讲英文还是讲多几个？我听不懂。夜市买的啦。这个是也是美的啦，也吃呗，也吃哦。这袂这质感我感觉袂歹。我想听完那些 Vinan， 我来来吼，就这样。所以英语袂稍微学袂起来，人家 Made in 都会你看，你看我今天啥 ？Made in Night City， 好不？我这正跟雅琪啊 ，Night City， 我这才是正跟那雅琪啊，什么？也是什麼，沒有啊，人家現在雅琪亞那麼多對韓國來，對那個越南來，對韓國來，尤其韓國會很多啊。對啊，我覺得你喔，我說喔，你喔，台北這個失去很痛的。沒啦，不是啦，你是說我是，欸，大大，你不能這樣，你越來越清潔，什麼淡淡淡淡，我這不安機，拜託的。什麼不安機？不安機，不安機，那主席這樣而已。拜託，這我是無色的呢，這有分很多口味喔，這有草莓，草莓，還有甘麥豆。哦 ，tomato， 阿哥为什么？哦，阿你这节目你这做什么？我这这里博来，没有博来，博来口味你好，这查甫你用的啊，博来啊。我以为你是讲我那摄影棚来的呀，规空吹冷气吹到上大哦，大上大啦，足大，真歹势。哦，而且你拜托，乖乖，啊，这是啥？七皮？七皮味。恁家红包算我交，不是你记念，无你记住诈钱的，先做搞姐姐好了。哎，这袂歹呢。哎，这叫红包呢。是讲头前对不啦？
我那袂歹呢。所以这单驴就是平易近人呐、啊，完全没有大牌的架势。啊，够有啥？啊，够啥？够有无？无啊啦，我干那安尼。无啊。啊，你唔能讲佮载起来呢。这是啥？啊，真正时间呢？不是啊，近百年车恁去拢袂冷呢。哦。哎，我嘛顶回来，调个阵拢调啊吼。袂讲我讲个皮皮穿呢，那我都袂冷的。我讲哦，我一寡装本来是拢装拢变吼，迄条做伊冇。火气啊！你你这人化妆无错，其实无啥差。因为你重要是重要是你气质，不是讲化妆无错。哦，哎呀，气质是伪装伪不来。你就觉得你气质伪装也不好啦，你知不知？哈，真的哦。太好，完美啊嘛，完美。所以吼，恁咧讲讲就正卡。嗯，因为啥呢？恁拄只讲我介绍练哦，我就是最滚哦。是不是？等，你讲是练还是瑞？顶摆伊来讲，伊是裴永俊啊。即摆你是啥物？啥物？你讲拜伊来讲，伊是裴永俊啊。即摆你是啥物？啥物？你讲一摆。润。练是啥物？你把我一个英文字拼出来听。练练就是这么上硬的。叫啥物？哎，练是啥啦？这条最啊啥啊啥物？诶 ，ROC。我讲 ETC 嘞 ，ROC。哈，你是锻炼还是练啦？不是我破练。好好好，较正经的啦。哎呀，你现在拢要比较，你现在拢要，你如果培培养起，不如讲练，你拢要讲翻过，你现在唔去讲日本，讲现在什么关系？因为啥？因为最近我。我这个造型都大家出去哦，有哪个得志，我都足讨厌。啊，那你这造型跟韩国人有啥关系？对啊，因为啥呢？最近都韩国特别偏，就是一挂导演咯，看都看讲，介咱这个造型，这个感觉的感觉。你是久无唱歌起笑啊？我来讲个，我听无啥话咧。无啦，真诶假咧？都真诶啦。哦。你造型哦？是因为你想啦，你韩剧看足侪，啊，然后韩剧内底有这个造型呀。对啦。哦，啊，去学迄个韩剧迄个造型啦，啊，是看到一出啦。看迄个《冬季恋歌》嘛。裴永俊哦。裴永俊嘿。哎，是来杀手呢。拜托，伊咧嘛。裴永俊真正咧啥个未看啊？没啦，没啦，你要转去转接去赶快。嘿，裴永俊你看，哎，好恁嘛无？这啥？黑中山，黑的中山，黑的花绿菜。黑啥？黑中山，我看，我看那部剧是谁？奇卵啊！妈，我产卵的奇卵。奇卵，你敢不知？裴永俊那出你无看哦？啊，你够逊的！不过人主持就气质的，无人像你安尼，就歹看。阿哥哦，妈哦，哥哥，阿哥在抓蛇嘛？抓蛇，嘿，抓蛇。我跟你讲，你敏感没有？裴永俊，你敢抢没敢？叫什么？围巾，哦，围巾哦，一冬季恋歌来的围巾啊！啊，围巾恁已经到清官，围巾就我甲穿下，当场煞怎啊掉煞？无啦，所以讲哦，专程哦，今仔日哦，我是外半工的，拜托。要安怎啦？装卡我无用的，我搁穿工搁拼起。啊，别你装卡是咧无用啥哈？无用就放哪下啦？阿哥哦，一寡我唔是干呐，我唔是干呐。主干唔是干做阵啊？你诶，我搁做红工。哦，对，红光最近是小月，过来后个月大月，我无迄时间过来录啊，我无时间。哎呦，你啊，真歹势啊！你，哎，真录都两集了呢，过来爱搁等个明年寒人啊。所以哦，今天你好啊，互你表现。对哇，哎呀，所以哦，这是我最近哦，因为我要来，我拢会做功课呢。哎，因为吼，我知影讲今日吼，因为韩国吼，即马等于即韩流等于流行。啊，所以我吼，即几工吼，我安尼历史安尼，到底是要唱多一条？这是百几条经过网络票选吼，啊，我安尼过迄个哦，做上网，上网一咩什么一什么咩咯，一什么？你上网 email 创啥？我吼，我喊你拄到一个人哦，啊，讲十句我应无半句的呢。无啦，我喊你讲，我都应话呢，你知道够厉害，我应不出来，你知道够厉害。我无都跟你讲呢，我只有听你啊呢。太搞了，继续过来呢。我被 email 去到了。email 是啥物啦？email 上网，去感觉多一条较适合迄个培养金的感觉，结果是用，结果吹掉呗。嚯，哥哥，哈 ，email 是当时要寄配出去，你是买啥物？好 ，email 要寄出去哦。哎呀 ，email 是要寄出去。不然拢同款啦，还是收来？跳得来，跳得来。我都猜呢，我都上网去，结果培养金上爱一条歌，多一条，或者累的小花。嚯，这条我去查掉，我小培上爱这条的。那可能阮小皮，我学了个会得志。我一年才来一摆呢，我咱讲讲，我拢会做功课呢。哦，啊，所以吼，我希望讲恁两个当哦，踮咧边啊拜托，我那教我同款的吼。陪你唱一条韩国改编的歌。有哦，迄个韩流的感觉。啊，不过我唔知啊，裴勇俊独起咧的小花哥爱听什么歌呢？内底我那真侪条，你看裴勇俊，啊，你点我就晓啦，你点啦，好不？但你上个重要。第一秒你唱嘛，啊，第二秒、第三秒，我两个唱，啊，有什么歌？啊，无你讲乱，快多少，我也是唱乱的歌。别紧啦，乱吼，别。不是乱。
今仔叫裴勇俊的裴勇俊啊，裴勇俊，哎，裴勇俊，裴勇俊要唱的迄个感觉哦，恁爱有我迄个笑容，像你安弄一个面安尼袂用，咱即嘛三样嘛，裴勇俊迄嘛，迄啰嗦嘛，哦，冬季恋歌呀。笑啥喏？那无迄个感觉，嘿喏。哦，恁可能我无得应啦，你讲就好啦。安尼样，好啦，我讲，安尼无安尼拜托的。我来唱条《泪的小花》。第一名来讲吼。阿关呢？阿关那么怎样？阿关给你点脚。我在你左右。这是第二届的歌哟。哦。第二名。阿难听吼，伊这较嚣哦。这情情啊，无多因顶级太嚣的哦，无王者较 rock 的迄种感觉。阿袂唱，你点什么歌？情人的黄衬衫。我只是想这段头一摆去用讲话就嚣的啦。伊跟你讲啊，我拢承认啦，别人讲我就无怀疑啊。因为这算我，晓得啦。是啊，你咧讲的，我拢较实啦，袂乌白讲。真的吼，因为我晓得。因为我咧真卡人袂乌白讲。好啦，安尼好，总之这个韩语那个翻成国语的台语，应该就以前是韩语啊。我这条专纲吼，我来去咖喱呢。我们国语老师教我的最近。正音班有跟你咖喱吗？你刚才国语无改好，你今仔伊敢无法度把？听看麦啊。已经矫正过了是吧？难得听他唱。下面的矫正啊。什么矫正？我不能。以前国语我感觉有点问题啊！你今天有矫，你最近有矫正来哦？以前国语有点台湾国语。今天标准，今天国语会使无啦？咱讲真，卖开玩笑。因为我这节目有格调，你知道吗？当然，我本身也是有格调的人。你，哎呦，今麦要卷舌呢？对呀，真的。但是你别再等于用卷舌啊！我没有，我该剪的有剪，不该剪我不要剪。是剪哪一卷？那哪一个应该剪？你知道吗？你听就晓得。我不要告诉你。啊，那接下来你先唱这个是？当然了。最恼火，我在你左右。在脑后，我在你左右。日日河边见水流，伤春未已复悲秋。山中旧宅无人住，来往风尘共白头。这是唐代诗人戴叔伦所作的《赠阴凉》。就是表示人事已非，虽然讲这水还搁咧流，但是呢，人已经无去啊，就是讲思念的人也已经无伫咧身边啊。所以迄个所在就久无人住，啊，只有伫遐一直等甲头毛七九八，七九八啊。啊，而且拄好有迄条水流啦，有一条河啦，有的河水都是诗情画意嘛。啊，咱台语歌嘛，一首《河边春梦》，哇，这吼艺术有异曲同工之妙啦。啊，为咱今麦来介绍大家欣赏。来。
Thank you.